主料：牛筋丸5个，香菇5朵，生菜100克。辅料：榨蒜酥、葱花、香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牛筋丸解冻后洗净对半切开，香菇洗净去蒂，切成片状，生菜洗净撕成一片片，沥干水备用。煮适量开水，放入牛筋丸和榨蒜酥煮至熟，先放入香菇片煮熟，最后汤快好时才下生菜，加盐调味，撒葱花，滴几滴香油增香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生菜很容易熟，所以一定要最后放才爽口，煮久了就烂了，影响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